天下差一步嘞。哦，不，这个可以看错。啊，这个已经有了。天下万国，天下万国，好，好，我们摸牌，他们摸，他们也摸也要打的，他也摸也要打，他也摸也要打，随便随便打一张吧，给你们个机会，不会不会去的了，好，愿你国来临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呢？摸，摸，摸一张，去一张，第五届误杀人，误杀人，好，第五届，开不开？你的对了，对呀，我抽来摸过去都是第五张，我放牌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开不开？不开。好，我那个，和好生事，哎呀，和好生事，不要了，和好生事。和好生事，没有，没有，就这一个，这个没有。我信耶稣基督，在比拉多时指着我们。还没有念完。太长。被钉的是。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人安葬。好。好，摸牌，摸牌。摸摸的咋了？不动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。好，抽牌的。哦，摸好。先出来一个吧。嗯。我信耶稣基督从天降来，神方圣的使者。使者，好。摸一张。好，身体身体上市。身体上市，没有。我要做清一色，希望传播是心里。我信耶稣基督，又刚才那个。好。念必定在十字架上死。想安葬，对，整个经文都要念的啊。那个好，到你们摸摸了打了，你随便摸了打了，嗯。病人富有。病人富有。已经拿走了。该你们了。啊，到你们了。我们抽了。好。哇，你真可爱，哪一张拿出来的？同一张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打一张普世权威，好，好，我摸一张啊，第七届无偷盗，开 ，OK， 我们要说开，好，嗯，把这个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对了，把七八九拿出来，我俩，我们赢了，好，六七八，好了，听他赢了，然后他开卡斯。六七八，六七八届，一二三，然后我们打这个，他叫百搭，所以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很好。然后这个是病人富有，婚姻盛世，甚至盛世，好，好的，那最后呢？这个是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，很好，所以他就赢了。那如果按照对这个积分方面呢？如果积分方面呢？几乎呢？你们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指定的。没有指定，但是呢，你有一个指定，就是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。那个呢，你会有两分、四分，因为呢，这四个呢可以调换的。可是我们一二三届也有啊。啊，这个也有，对，对这个有三分，三分加一分百搭四分，四分加这个呢，六分八分。那是这样，因为呢，天下六七八届，六七八届没有了，除非你就是排的，对，七个，嗯、对，好，很好。可是这个我们得了八分，这个入门生士吗？这个那个没有啊，也有治疗生士，治疗生士跟这个就是那个共荣的盛世嘛，共荣生士，对对，这个也可以有两分三分，对对对，有十分了，很好，好，恭喜你们，很好。